啊，对了，这儿有封信，发错了，是你的，那。嗯，那我回去了。这块的后摆再高一点，要有那种欧洲宫廷的感觉。你把这些都记一下啊。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，好，没问题。阿信，中午一块吃饭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，老公。是。夏明哥。啊。我可以跟张离婚了。这什么呀？你找人偷拍的？不是我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传给我的，但是呢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可以马上跟张离婚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结婚了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呀？记得什么？昨天晚上你对我说过的话。昨天晚上我记得我喝多了，然后我跟你求婚，你又不愿意。不过呢，这些都已经没有所谓了，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宝宝，然后我跟张扬离了婚，等宝宝一出生他就有爸爸了。你没有孩子。谁说的？担心你没有怀孕。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谁说的呀？你说的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把什么都告诉你。我说的。兰心，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爱，但是爱真的勉强不了。这个戒指我还给你。你不能勉强爱我，可你怎么又能勉强我自己不爱你呢？兰心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做不到爱上你。我希望你以后别这样。双方的公司都有利，而且这个项目这样，你等。兰心，我在开会呢，有事儿我们一会儿说，好不好？开会。
那我就把你干的这些丑事跟大家一块说一说，怎么样？说什么呢？说耍小孩子脾气。赵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爱人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单约个时间谈，好不好？好，真不好意思啊。那小杨，快把我送一下。那个，对不起，赵总，让到这边请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什么？我在开会呢。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看，说啊。你这从哪儿来的？你管我从哪儿来的？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这是被人陷害了。我真的是被人陷害了，这不是、啊、陷害。那被人陷害的话，这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你？不是，这照片是我。我那天喝醉了，跟你昨天晚上是我。张扬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要不是有我们邓家，你也会有今天。要是我高兴了，我们家把你当成人看；我不高兴了，你连一条狗都不如，你明白吗？兰心，你原谅我，你听我解释，这。我真的被人陷害了，你就等着离婚吧，兰心，放开！邓兰心已经知道了。嗯。那他怎么说的？想跟我离婚呗？真的？好啊，离婚好啊，离婚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离婚有什么好啊？我们一分钱都没有，睡马路啊？我不在乎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睡马路我也愿意。不行，我妈怎么办呀？我发过誓。我这辈子再也不能让我妈过以前的苦日子了，绝对不行。你知道没有钱，别人会欺负你的，会看不起你的，会歧视你。那种日子我过够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让他离不了婚。张扬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我走了，这段时间你别给我打电话，最好不要去阳光酒店那边。嗯，知道了。过一段时间过来看你，笑笑。嗯。